Hello， 大家好，喂，一阵又开跑啦，大家准备好未呢？咁未准备好唔紧要，喺度介绍翻咧，骑师王啦，大仓南北吓，骑练分布咧好紧要嘅，有时咧啊揾得到啱嘅马咧，都可以帮到大家嘅。咁喺未讲之前咧，记得啦，订阅埋先吓。如果你唔订阅咧，一阵睇唔到我同阿菲利维嗰个阿雪莹啊一起做主持啦，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用坚仔赛马 app 嘅大手升跌啊，用容易啲赢钱啦。咁我即场会提供埋分析俾大家吓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啊睇下咧，今次咧啊呢、這个即系骑师啊嘅分布啦。咁啊莫雷拉咧都系比较抵啲嘅。啊尖子呢只马成有内闪问题喎，啊揾得即系莫雷拉都想搞掂呢个问题，睇下可唔可以交代开斋咧。战斗英雄啊缩咗程有啲着数。龙宝宝咧，我不嬲都睇低佢嘅，不过今次佢又有个好档位，可能 A 栏嘅分别唔大嘅，不过呢组马确系渣吓，咁睇下可唔可以攞少少分啦。时时有余咧，方仔都摆明居马噶啦吓，梗系放过你啦，系咪？咁多啊，即系自己争冠军嘅一定上噶啦。至于短途嗰、那个即系三级赛咧，佢又摆两只啦，达心星、显心星，睇下制唔制得住蔡玉翰嗰只胜得精彩啦，胜得精彩都系田泰安赢开噶嘛。咁啊，风头等梗系大雄风啦吓，呢啲一班马咧，三班冇理由赢唔到嘅。咁至于幸运快车咧，佢攞埋嚟骑添喎咁至少都有少少分喎。去到尾场红旺未输过，不过有啲压力咯，上次赢条颈吓，咁睇下得唔得啦。咁所以骑师王都稳阵嘅。好啦，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一阵再见，拜拜。